Dia pantang seorang tanya blok ke. Oh, bye-bye. Kalau tak ada bong pun lah, amci. Apa nak pantang, cuma tak pantang ke keluar.有撩上就是賣那個一罐的，不是那個十八扣扣之前的那個，一罐有條有爬去的，有補回去，那個十八扣一罐，一罐的條粒了，我以前也有買過，吃了吃不停的那個東西，我肚子好像那個胃有問題，我看到餓的話一直餓的，那個不可以吃。我就講做咩去攞個個俾你，冇車個好快過。兩個包仔豬肉的兩個之外，一個是兩扣八，五扣六，五扣六，你俾一個十扣車輪，總共十五扣六啊俾我，二十扣俾我二十扣，車輪都唔係咁啊，總共十五扣六你俾我，啊五扣六咁啊係十五扣四，你俾我十五扣四剩嘅，總共俾我二十扣，總共二十扣係俾我。我買嗰兩個包，有個包豬肉包個細嘅，係五溝六，你總共俾我二十溝。五溝六咪十三溝，十三溝四啦。你總共俾我十四溝四啊！啊，俾我二十溝總共。哇！有個包仔就係咯，我本嚟啊買四粒俾佢嘅，佢自己蒸，唔係鬧老人家，要93咯，等揸攬俾蒸，我蒸到冇得食啊！唔係同你講啦，有人買咁樣買，你驚冇人幫你買食啊？俾多啲車輪嘅補充光，所以講老人家如果買咧，你叫 Grab food 啊，都冇咁貴。叫 Grab 都唔使咁貴啊。叫佢係揸上幾溝啫。好啦，五溝買咗，叫個貓鬼再送你。你尋日應該睇落雨啦，睇落雨我哋幫你買。哇！尋日山山落幾大，新加坡落到山山。呢幾日啊，夢睇唔到路啊，夢夢啊。呢幾日都有交講會落雨。吉隆坡也會講會浸水。啊！琴晚新加坡浸啊，浸兩個地方。新加坡都要浸水。新加坡都有矮嘅地方噶嘛。以前布吉邦呢度唔要浸啊，而家布吉邦都要浸。新加坡浸水就浸水，佢好快就退落去啊！一下就退休，因為佢農耕好多嘛，一下就退休嘅，一下落唔到去啊，一下退翻落嚟。佢魚一細咗，佢就退休啊，翻上去啊。係唔係好似摩洛哥啊？你知啊，落雨浸水啊，唔了退喎，要等好耐嘅。馬尼嗰度最慘啊，一個馬尼一個蒸落雨啊，浸水。之前後嗰個喺嗰個邊邊嗰度 ，CIMB 嗰度，緊浸嘅嗰條路前面。佢而家唔知仲會冇去，佢嗰度又係落雨，又係浸到。喺入邊，你嗰邊點會啦？出邊個檔口？你嗰度係上高嘛？點會浸水？以前係下低仲有檔口嘅，出邊嗰個空地仲有檔口，而家嗰度冇檔口。
以前在出面那空地那裡 是有放那個什麼啊，那個體波的那個啊，那裡啊，那邊那時候你賣很多酒呢，叫生意呢啊，是啦，哎呀，叔媽給我不知道怎麼做啦，那個賣酒杯的批發酒杯的跟我說那間沒有生意的佢哋一冇生意就掉落放手啊！去做咯，啊去做啊！而家系有生意，問題上係冇利冇利冇成嘛，啊冇利冇成就慢慢就係玩完咯，咁啊，啊做到貼累啊，係講好煙鑊氣使嗰條累貼落去噶，係架金器攞去賣。呢個係佢自己唔愛做嘛，唔愛做就直接收啊，唔愛土。你早早打俾人哋，仲有人愛，到你冇生。天澤成日做嗰個咩啊？糖水嘅時候咪仲做。做糖水又講幾好賺。一日就賺200多，都 OK 嘛。你做糖水又係頭頭頭啊，做下又係交俾人哋獎，啊人哋收檔。賺累嘅嚟。人哋攞累翻嚟啊，又係做到優累。生生埋豆花都排隊嚟噶。好吃的，全部都排隊賺到嘅。係啊，又唔使租檔口，佢你嗰個攞攞呢細攞呢，擺夜晚擺喺嗰度，六點咁啊嘛，六點我開檔就排隊又。啊，去馬拉人啲屋啊，今晚整好靚。馬拉屋邊度靚？我睇到嗰度，邊度靚？琴日都唔愛咁啊。而家個屋頂啊，叔媽冇擠瓦噶，佢哋擠嗰啲唔知叫咩啊，係有爆啲窿，唔要熱噶喎，啊唔係瓦嚟噶喎。哦，嗰、那個係嗰啲好似擠車啊，白色嗰啲啊，嗰、那個熱啊散翻上高啊，即係打落嚟係彈上去上高啊，變咗唔曬入去內啊。你講而家喺屋叔媽擠用嗰啲啊木？呢啲瓦嚇，嗰啲仲可以開窿就爬入嚟，呢啲入唔到嚟嘅係個。因為平啊嘛，都冇得入得落，唔可以開嘅。哦，嗰啲開唔到。呢、這個之前好嘅朋友，以前裝修我哋車房嘅，係好似唔係唔我多店嚟嘅，啊呢、這個裝呢、這個係修整車嘅咩事？唔係啦，修整車啊，上去唔係依間。再上去隔離嗰條路，隔離嗰條修整車，一個波名，一個係啊兩間，一個波名，一個係整咩啊？兩間修整車隔離嗰條唔係呢條，呢間係有賣書包啊，有賣運動鞋，咩都有嘅喎。呢、這個大大間呢間啊，咁係賣嗰啲運動裝嘅嘢啊，運動嘅嘢。買嚟咯，呢度好睇。唐人邊度有咁好？邊度可以咁好？依個係冇賣唐人嘅。我講起叔媽大大間，叔媽整好嘅咧，車房泥巴。那個、學堂啊？邊度有學堂？嗰、那個係老人院嚟嘅。哇！仲未出啊，喺個石都未開檔。咦？開咗未開啊？有時都未好喎，今日睇。咁樣好熱嘅你，你冇睇冇熱頭？係咯，成日都冇熱頭啊！未開檔啊！門開始咩？係啦，仲未開檔，而家係二零二五年。